强盗的觉悟。有个强盗抢劫七里禅师，快点把所有的钱都拿出来，要不然的话要你的命。那些钱就在抽屉里面，你自己去拿吧，但是留下一点给我就行了。哇，拿了人家的东西就应该说声谢谢呀。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谢谢你了。后来这个强盗被捕快抓到了，他是不是抢了你的钱呢？七里禅师，他没抢我的钱，那些钱是我给他的，他还谢谢我了，那不算抢吧。这个人负心期满之后立刻叩见七里禅师，求禅师收他为徒弟，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是很难做到的。是什么力量让这个人放下屠刀，你能猜到吗？就是爱心啊。师父，放下屠刀也要小心，不要乱放才行啊。哦，罪过罪过。